在您慈云护护之下，人人谨守三规，奉行五戒，人人尽心去恶，努力行善。来共同来迎接咱的佛陀舍利呢，我想主要是要效法咱佛陀的这个精神啦吼。2500年前呢，来放弃着王子的这个身份，来放弃着家己非常好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，为着要来追求家己精神的生活，顺续呢来改变着规个人类精神的这个生活，来效法咱的佛陀的这个精神呢。让咱台湾这个报道呢，会当平安，会当顺利。我想啊，伫这个时阵，我大家用简单甲大家报告，咱规个大台南是要享受这个安全大台南的这个拍拼甲成果。那么咱颁证锦旗，首先我们。可以啊，随着这个行脚的队伍呢，我们以最虔诚的心，以。